昨天对于 Justin 黄明昊的粉丝来说，应该是过年一般的幸福日子。 Justin 白天是穿着休闲卫衣的美食博主，为粉丝们直播吃早餐，他一边吃还一边讲起了单口相声，完全诚意满满呀。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吃早餐了没？吃了。吃些啥了？都吃些啥玩意儿？空气。啥？正经点可以吗，朋友们？你想吃个皮蛋瘦肉粥？天哪，肉特别的嫩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口下去，咔！到了晚上 ，Justin 穿上炫酷黑衣，出席了2018亚洲音乐盛典。这次他不仅个人拿下了最佳创作新人大奖，所在组合月华妻子 Next 又获得了年度最具影响力男团奖项，真是双喜临门。Justin 还在舞台上表演了自己的新歌《Hard Road》，这炸裂的现场就问你们服不服？首先获得这个奖，感谢亚洲音乐盛典，然后感谢我的公司月华娱乐，还有坐在底下的我的兄弟们，还有一直支持我的粉丝娜娜们，对。就算这条路再艰难 as go on 希望 Justin 今后继续努力营业，创造更多的好成绩吧。